哎，姑娘，抽烟呢？啊，那啥，方便吗？借个火，我打火机找不着了。嗯，谢谢啊。嗯，这一个人吗？刚才没看见你呢，你是花店出来的吗？啊，我过来看一下花。那啥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啊，微信就不加，不太方便。没有，就交个朋友而已，加个微信吧。我觉得你还挺面挺善的，真的。什么？你这搭讪我呢？对，搭讪。啊，方便不加？不加呀。不是你这样，我很尴尬呀！哎呀，手都给我勒疼了。你这连装是钱吗？行啊，是啊，这很容易看到吗？对啊。我去，装的一会儿有用的，这些钱。哎，我操！我这袋怎么还漏了呢？哎我去！哎，挡着点吧。带这么多现金出来得注意一点。嗯，挡着点呗。这样就没事，看不到了。那个，就。你看，你也挺知道关心人的嘛，带现金不方便，加个微信呗，就交个朋友嘛，行吗？啊？啊？扫吧。哦，我扫你啊，行。啊、小爱可以啊，这名字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啊，一会儿有时间吗？啊？不是，你带这么多钱，一会儿干嘛去啊？我呀，啊、我这。我跟朋友这儿借了，借了70万，这里有40万，我还是筹出来去还给人家的。啊，他那着急用钱，可是我还欠他30万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哎，得着急。那啥，刚才听你好像一会儿没事是吧？没事，咱俩就看个电影去呗。我这把钱还完了，咱俩就看电影。啊，我觉得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吧。啊，哎。微信搜索叉子的宝。叉子了吧，无恶不搞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先走吧。啊啊。不是还要去还钱吗？咱们下次再约。不是，我就觉得今天就挺合适的，反正这会儿正好刚5点多吧，天刚还没黑呢。我还完钱也就10几分钟就到那儿了，然后咱俩去看场电影，挺早的，走吧。我就不去了。不去啊？不去。不去也行。嗯，好吧。先把钱放后备箱。那啥，就再邀请你一次。看视频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观看凌晨实拍的视频，公众号搜索微微9236，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。
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VV9236， 记得都去搜索啊，关注我的，我给你长得漂亮，长得帅，都赶紧加关注啊！微信号 VV9236。